哇，你看那法师，这路你看那法师这么厉害。有教练，有种大脚脚毛大猪像。救命！好心疼那个树。等到其他参观的时候，小朋友不要放在栏杆上，然后贝贝要把小朋友抱上。真是就他还是这么厉害。有那个熊大脚猫打架救救我。那就很简单，就到此结束了。祝大家福在，永远愉快，大家继续参观。我们总有气孔啊，啊不会有人的。哎，有没有去把小朋友抱下栏杆啊？这样很危险啊，请大家配合一下，把小朋友抱下栏杆啊。好了，好，谢谢配合。家老爸，他那接送他呀，阿姐，上了。让他接送他，对吧？你好，请把小朋友抱下栏杆啊，这样很危险啊。下来吧，这边是好了，等一下妈妈好了啊。